那个，我们大概现在下来几个民众的话，那他们怎么处理的？后续要怎么处理？目前先下来四个民众以及两个工作人员。那我们的 SOP 是下来之后再分类，如果他已经有点烧伤的，就马上紧急送张机来做相关的治疗。那如果说是这个平安的，我们就后送到我们的这个防疫旅馆，那继续在这边跟他们这个守护他们这样。那这六个的话，目前都是送去哪里？目前都有状况吗？在我们的这个彰化区的防疫旅馆，那目前是有一个先后送到彰基部分。他们的状况还好吗？伤势怎么样？这都是有一点呛伤，那也有可能是有一点吓到哈。那我们现在又在彰基这边先做相关的一个处置。男生还是女生？这个？那个是女生，女生，那是工作人员，是工作人员。那个东西让你们两个送过去，我说你在哪里？